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OK， 天鹅电网开麦，报告少少嘢先。好可愛喎！嗰啲網友同埋有啲人捐嘅錢咧，我哋做咗啲工作嘅，要話翻俾大家聽。電話卡。電話卡。影一影啊 ，Peter。後邊咧就贈與追求嘅。我哋改良咗嗰啲光碟啊，印度電影擺咗喺手指度。如果大家在手指上放在電腦又方便，放在電視機又方便，因為以前我們做的光碟它要有個播放機才可以，但我們做的製式就要特別的播放機，就不是那麼多人有舊款的播不到，我們有做過了，將大家以前捐過錢的人我們做了很多的，你大家有空就來找方太拿，我們有英文版、英文字幕、有中文字幕，咁英文字幕咧，大家就可以攞啲咧寄去以前啲同學啊，做聖誕禮物，好過你買張聖誕卡幾廿蚊，你嚟攞啊免費嘅。因為逢係一個行為出街咧，你令到人收禮物嘅人咧受益嘅咧，呢個好大功德嘅，呢個好大功德嘅。每一個，所以你修行修福氣咧，你平時用智慧每諗一個行為出嚟，有冇帶到俾人好處咧？保持呢個意念咧，你就一個好係住菩提心嘅行門嚟嘅。咁我哋做咗啦。咁多謝大家嘅支持。第二樣咧，就我哋今日匯咗錢俾北京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就送兒童百科全書咧俾廣東省嘅語言市，韶關語言市嘅教育局。就450班學校，咁我哋咧就18號翻去咧就贈書活動，咁呢啲錢咧又係大家朋友捐嘅錢嚟嘅，包括你哋最近捐嘅錢都有喺度嘅，就我哋文化中心匯出去嘅，咁就位置咧就唔多，我哋暫定一個旅遊巴得40人嘅啫，報名啊趁早啦，18號星期五到禮拜日咧就翻嚟。頭尾3日就1200元，包曬酒店、包曬食宿、包曬來回嘅交通。咁啊，好似喺九龍站，喺我哋九龍酒店起程嘅。咁啊，報名盡快揾方太，唔係啊唔夠啦。咁即係不停你哋捐嘅錢咧，我哋都做呢啲工作。呢個係唔可以唔做嘅添啦，係人哋捐嚟嘅錢啦。另外咧，就介紹大家睇一本書。因為今日我萬福咧就我哋啱啱琴日送嚟嘅，我好少叫啲年輕人睇嘅，但係呢本書咧值得睇，特別香港嘅年輕人，國內未必啱睇喎。點解咧？佢唔係呢個歷史背景啊，係阮兆輝由幾歲入戲行，跟住拍電影，佢今年都唔細啦，阿輝哥都應該成有80啊，70歲都有啦。止唔止70咧？他應該跟我差不多，由他由小個一路一生人的經歷，在戲行度入電影那些很冷門的事，大家一定學到嘢嘅。特別點解以前做戲又中意食鴉片煙呢？有人教你食嘅喎，咁啊戲行咧有好多人中意賭錢嘅喎。係咯，大把啦。係嘛？咁啲戲行咧就成日俾師傅打到撲街嘅喎。又鬧到撲街嘅喎，
啊。咁啊，大家值得睇嘅，即係講你一生人。咁呢一生人咧係一個香港人嘅自傳嚟啦。咁啊，但佢寫得好好趣味嘅。我頭先約咗立一立咯，我又出身啊嗰啲咁樣咯。係啊，好好睇嘅。乜年輕人咧，我覺得值得睇嘅。啊！佢一路講佢點樣練功啊，又講到李小龍點樣嚇暈咗黃萬妮啊，係嘛？佢喺越南嗰陣時咧，走難去越南做戲啊，係嘛？大埔墟啊，邊度叫新墟啊？佢好多嘅，由佢一生人嘅經歷啊，喺電視台嘅日子啊，啊點解離開電視台啊？啊！佢又講到我好朋友啊，球姐啊，陳寶球啊，嚇、哦！你喺呢度一段講球姐係啊，佢冇講自己爛到輸到撲街嘅好似。啊，梗唔會寫啦，傻！係啊，佢講跑馬都有講啊，毒品馬圈足球都有講啊，唔係佢係得失窮通喎、啊，但佢冇講自己輸到。冇我重大啲錯字呢度唔知係咪講佢輸到撲街？但睇埋落去就知道有冇講到咯。人要真實嘅，輸咪輸咯，經驗嚟噶嘛。咁你教啲後生唔好賭咪得。30几啊，重創。303啊。乜人係唔對自己老實都唔得噶嘛？好似我哋咁啊，一定有個歷史咁啊。唔係，最緊要。我佢有講過佢第三個1993年第三個要從頭嚟過嘅。嗯。喺新光戲院做呢個《再世紅梅記》啊。即係輸到趴喺度唔緊要，你識企翻起身啫。有好多人係輸。佢唔係輸啊！佢講係受傷入醫院嗰次。咦，佢冇提佢自己嗰個嘅。305講佢賭錢啊！人蝦冇藥醫係咪？係嗱喂，有人話佢爛賭輸咗幾錢，佢話佢自己冇賭。呢個我就有賭冇賭啊！呢啲啊，通常有多少避噶啦，就冇啊。啊！影影個封面啦。係，影影封面。喂，封面。佢喺《英女王》御前演出過噶，阿輝哥。喺戲行、電影行，佢都算耐噶啦。但佢又唔夠阿胡楓耐咯，胡楓真係耐，胡楓真係耐，值得睇嘅。你哋喺方太嗰度買得噶啦，原本148，而家就係82。早嗰排商務都係得88折，所以我冇買。結果而家得呢個8折啦，買呢時我買咗。佢八二，上次88折啊嘛，係嘛？係啊。而家8折，商務話88折，咁而家我哋8折。咁啊，我哋繼續做嘅啲工作，希望喺廣東省嘅成個邊境同啲省黐住嗰啲省區都好咧，一路送呢啲書。我哋淨係做一樣工作咯，而家暫時喺個中國留翻，就係盡量送呢啲兒童百科全書咧，去個省區學校啊，窮嘅地方。其他人哋做啦。但呢個工作係冇人做啊嘛，咁我通常揀啲冇人做嘅工作。但佢哋語言幾好咯，佢哋教育局應承我收到啲書，俾咗400几间學校咧，就會提倡嗰個讀書嘅比賽。跟住喺3、4月咧就開辦一個全市嘅比賽，即係呢啲睇完書之後嗰個問答比賽。如果你唔跟進咧，送啲書
擺度冇用噶嘛。嗯。所以變咗，如果佢哋做得好咧，我哋會繼續同佢擴大支持。誒，一個國家窮冇所謂嘅，人冇所謂，一代人，但你一定要有知識、有學問。如果你冇咧，你窮死一世噶嘛，同埋下代都窮。咁但係。你一路做好嗰個知識學問俾人咧，咁你起一代咧，你都可以斷個窮根嘅。你想問乜嘢？我就想問咯，嗱，大家都想有個正確嘅知識啦。咁但係我哋點樣追求一啲一流嘅智慧咧？何謂一流嘅智慧咧？好多個都話自己嗰套啱嘅噃。呢個要你講福分啊！限一智慧的門真的要講師承，即是你做生意遇不遇到好的人帶你出生，你真的做學徒遇不遇到好的師傅，你真的學功夫遇不遇到一個好的教頭，這個是福氣來的，沒得強求。即是一般的知識就容易有，一般知識你上網都有啦。哇，那些砂糖溝砂喎。好啦，這個就你自己要做過濾工作，冇人幫到你嘅，你可以一定要勤力。咁你認為三郎溝沙嘅，咁你咪拿住啲有懷疑嘅再問人咯。求學問一定要自己努力嘅，冇人話送到你上門嘅。好啦，另外咧就係、是、我哋一路而家就籌備緊做嗰個中東嘅文化工作。嗯，五進之前如何咧？就而家都未話有實質嘅進行大鑼大鼓嘅冇，但咧就做緊嗰個前期工作，嗰個推廣嗰啲印度電影嘅嗰啲，同埋喺嗰啲祝福文喺亞拉伯世界流通緊，但唔急得，你一急咧就會亂，因為嗰啲國家咧好敏感，當然啦，佢哋好敏感，對宗教咁啊。今晚我哋嘅主題，因為喺市場上咧，有人聽到話胡國興大法官出嚟參選特首，咁就嚟咗好多正面反面嘅都有。咁但係最特別搞笑咧，就係話問我，我等我講得啦，大媽問我咧就話：喂，大法官係唔係無間道啊？咁。我今晚的主題咧就係、是、胡國興大法官是否係無間道？我私人的答案咧，一定是無間道。嚇、啊！仲要一定係二五仔喎、哦，捧上台。無間道同二五仔唔同，呢、這個啲人就撈亂曬。好啦，等於個警察去做卧底，係咪叫無間道啊？係啊。是啊、那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呢？正面，不是咯，大法官自己申請就是做無間道、哦、你不要答嘴啊，大媽，有時候我在說的話、嗯、因為如果不是有些網友反應說會疊聲、嗯、好了，為什麼要這樣形容呢？是他自己申請的，七八成都，如果不是他這種人，你不會叫到他做無間道。他看見他你們社會的人不知怎樣跟共產黨交手，因為你不熟法律，又不熟那個大陸法律。我逢是大陸那個大陸法呢，他的思維不同的，那個最大分歧的。你說香港一國兩制，香港要用基本法，但是那個基本法呢就由大陸行使慣大陸法的人去演繹嘛。嗱，呢度就出事啦！香港人睇日本基本法係用 common law 嘅精神嚟睇噶嘛，但係大陸人嗰啲法律教授或者做官嘅人，佢係用緊嗰個大陸法嚟睇噶嘛，好多人冇講到呢部分噶，咁佢唔知道個分歧就係話喺 common law 係要個原告。即係等於政府有權力的人去證明呢個犯有罪的，攞證據。如果證明唔到咧，有少少疑點咧，
都放人噶嘛。但喺大陸就唔係嘅，大陸法等於蘇聯都係，係要個犯咧證明自己冇罪。是很差大鑊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為什麼大家成日有時呢，這個是那個文化上的衝突來的，也都是個法律觀點上的衝突來的。好了，剛才大媽問話一流智慧就涉及這部分了。嗯，一流智慧的人呢，因為共產黨呢，他是只是看自己的大陸法，就沒有看人家的普通法。共產黨只是看著那個唯物辯證法，就冇睇唯心論嗰邊嘅，變咗得一半咯。好啦，世界上如果你得一半嘅人咧，就唔完整嘅，所以唔會係一個有智慧嘅人。世界上 first class 嘅 wisdom 咧，就係話唔係我講嘅喎，係標基講嘅。標基大家知道邊個啦？當然啦，冇可能唔知啦嘛。喺微軟嗰個標基講嘅。他就說一級智慧的人，他可以有兩套的想法，有黑有白的容納在這裡，沒有抗拒的，然後找到個灰色地帶出來，這個就是一級智慧。那胡法官呢，就是這個正面的無間道，他有這個智慧。那從哪件事我判他是有一個一級的智慧的人呢？有人問他，喂，你對那個年輕人佔中的看法怎樣？他說，如果後生五十年我都去。第一，一說出來，那些年輕人開心。全都大法官都來了。但他補充一條尾，因為好玩嘛，有人幫忙補習，又有東西吃嘛。他說，我後生我都會去玩。我說，那共產黨聽到呢，就將那件事在他心目中是去玩而已。又不是學韓國，又不是學台灣。掟汽油彈乜都冇，事實亦都係真係咁。我都落過去噶嘛，幾次落去佔中睇噶嘛，又收情報又剩噶嘛。咁真係喺度 hea 啫喎。咁因為嗰陣時成扎啲宅男咧冇出嚟噶嘛，成包威箱仔後邊啊嘛，未撚叻撚過噶嘛。佢行出嚟拖住條女，又有啲又想溝條女，有啲啊有啲同學喺度柴娃娃，跟住影張相瞓喺個嗰、那個帳幕入邊，掟翻上去 Facebook 幾撚威啊！民主鬥士，我突然間做撚咗，原本做宅男俾人睇唔起噶嘛，啱啱撳撚曬出嚟啊嘛，所以行落去佔中睇啲僆仔咧，好似個個面無人色噶，冇曬太陽噶，睇到噶嘛，我哋行過啲，我同阿徐家傑，不過冇打人啫嘛，有個撩我哋揼柒佢噶，你去撩交打，啱唔啱啊？先撩者一戰啊，大佬係咪先？所以你就看到的，所以他的法官是很聰明，他可以，他就是可以兩到兩套東西，是想到一套東西出來，對不對？是很聰明的。所以他又想到兩套東西，又提了醒了一些人，哦，因為他熟法律的嘛，你，去拿那個質詞，司法覆核話去拎佢上法院嗰兩個支那，同埋嗰個侮辱事件、宣誓事件，佢第一就睇到你梁振英點解你要飛身撲出，你唔需要撲出嘅。而家鬥人多啊，咁你揾中國13億人加簽個狀紙啊，個入品啊，或者揾曬香港所有嘅選民加簽啊。先至可以入品話控告呢個兩個僆仔咩？僆妹僆仔咩？唔係噶嘛。咁你梁振英身為行政長官，代表行政權力機構一把手，你加埋個名，特赦對嗰個案情咧係冇幫助嘅。你加唔加冇幫助？點解要加咧？咁你擺明咧就係做戲俾阿爺睇啦。是不是做show啦，是不是引起事件的嚴重性啦。好啦，跟住呢你就是捉蟲入屎忽啦。你就搞個行政挑戰立法機構，同埋搞個行政挑戰嗰個司法嘅機構啦。
但我遵從歷史忽咁啊，而家梁振英佢唔知咁大鑊啊嘛。就話你特登行出嚟撲出，就呼應咗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嗰檔嘢啦。到而家大家未聽過中央政府講過嘢話要釋法㗎。係啊。國務院總理冇講過，習近平先生嘅辦公室冇講過，港澳版冇講過喎。是中聯辦講的，是張曉明講過的。那中聯辦張曉明是什麼系統呢？大家看情報看到，不用我們解話。這班就是貧黨，這班貧黨呢一講完，跟著統戰部那些慢慢揈旗了。那些這廣東省的市仔、縣級市、地級市院啊，嗰啲咁嘅人大政協啊，買翻嚟嗰扎友咧，飛身播出登廣告啦。一上已出咗紅頭文件啊，中央政府話要嚴查香港嗰啲中聯辦賣官進爵嗰啲啊嘛，賣嗰啲政協人大啊，賣車牌啊，賣搞蛇齋餅種啊，搞嗰啲咁嘅社團組織啊，成立乜嘢鄉會，成立咩鄉親會啊，跟住。叫人哋做會長啊，要人俾錢買噶嘛。哦，嗰啲真噶。真噶。哦。一係叫佢做一兩做咧，你就可以話就整個席，你要同你搭啲橋出嚟。你做完一個同鄉會會長咧，咁你俾錢，我就同你打份報告，就俾嗰個縣啊、那個鎮咧，就請你做人政協啊嘛，賣噶。但呢個都冇所謂，係你哋統嗱，因為我督你背脊統戰部，你係可以揾你自己食。有人出賣靈魂，有人肯買，有人肯賣啦。呢個不嬲，中國官場係咁噶，國內都係啦，遼寧爆出嚟啦，人大都係搞到冧曬啦，遼寧省人大啱啱，個個都係嗱，我哋唔理你嘅。但係點解我哋而家要公開督你背脊咧？你統戰部，你中聯辦點會督你背脊咧？你嗰啲港島部長啊、九龍部長、新界部長，個個冚家鏟賣埋香港啲太平紳士職位啊嘛！賣埋荷蘭水蓋嘛，香港嗰啲分行都係你賣啊嘛。嗱，你習先生，你話嗌你啲馬仔，即係捉幾個民政局下邊民政處嗰政務專員嗰啲人出嚟，揾架洗頭艇車翻去，叫攞兩份口供。有人哋過曬嗰個 committee 啊，哎大貓嗱你啊！你咁多公職喺社會，批咗落嚟噶啦，開咗會噶啦，有個 JP 俾你嘅，我冇唔夠個禮拜啊，中聯辦啲人走去啊，撳撚住個民政處啊，你冇撚俾條友啊，我應承咗俾人噶，收咗200万啊，咁啊冚家產啊，咁都得，最近炒到成1000万啦，一個 JP， 哇，報紙賣出嚟嘅嗱，報紙又賣出嚟，報紙我哋根據報紙嘅消息咧，就話。張曉明收了宋林成億幾兩億元，就搭路叫梁振英俾個太平紳士去做，兼埋俾佢做嗰個防止貪污主席，咁跟住俾人拉撚咗貪污而家。防貪主席而家俾人。十問撚到啦，共產黨點拉你？你哋成班冚家產貧黨咧，你當習先生咧流嘅而家，佢當習近平流嘅喎。屌你老母！山高皇帝遠啊！因為表面咧就話習近平核心啊嘛，核碌啫啊！人哋都冇講緊過，人哋成日講話依法治國，你係大羅大鼓，法院都未審，咁你依你佢識咩法啊？我嗰日睇新聞啊，屌你潘基都唔撚識問余若海啊，佢代表政府啊，你法院都未引用邊條法，你識邊撚條法先？都未審，係嘛？嗱，呢啲就貧黨嘅。喺中國歷史與歷史每一個朝代都係貧黨亂政嘅，勾幫結派。所以到近代喺雍正王朝，大家睇過咧，殺頭。雍正就最撚轉啊，殺撚到絕。嗱，習先生你一定要做嘅，殺咗。啲貧黨一定要殺嘅，最撚禍國嘅。咁而家啲貧黨咧就梁振英帶頭搞貧黨禍港亂國添，
係咁簡單啫。你話依法治港啊嘛，咁你交俾法院做咯。法院判緊錯咗嘅，你又唔使呱呱嘈噶，咪叫律政司提出要釋法嘅咪釋法咯。香港人冇所謂噶，願賭服輸，有個遊戲規則喺度噶嘛。咁而家人哋都未撚做啊嘛，未撚審啊嘛，你釋咩法啊？你班柴仔，屌你老母又賣廣告又成古靈精怪，係嘛？兩條僆仔話侮辱中國人支那，我哋唔絕對唔誒，我哋唔會話佢支持人哋去講粗口咧，侮辱自己國家嘅係冇人支持嘅喎，但我哋反對又冇效嘅。佢中意講係槍仗，罰幾多錢啫？嚇！佢中意講喎，有言論自由噶嘛？香港，你認為佢係講粗口，而家侮辱公務員都告得噶嘛？咁咪告拆佢咯。第二你話禁止吐痰，禁止抌垃圾，罰5000蚊，我袋拎住十皮啊，猛攞口水啊！你槍仗話嚇，知唔知啊？你班咁蠻柄，屌你老母！你班唔家產忽然愛嗰度扮緊曬嘢走出嚟，有錢啊嘛！我一日罰5次啊，泊車320蚊一個位啊，度度都唔撚泊車場噶，停撚低行撚咗去啦。出嚟咪交320蚊咯，張維豪講咩咁撚巴閉啫？自由世界係咁噶，屌咪你醒下先得噶。喂，如果你大陸人咧，我唔撚怪你。如果你香港人就係忽然愛國咧，屌你乜出賣靈魂咧？你廖長江之後你啲咁嘅撚樣咧，屌你老母真係好人好者，幾廿歲真係做共產黨打手，你講乜撚嘢出嚟？罰得起啊嘛嚇！我再屌你老母啊！咁吹啊！你咪告柒我咯，係嘛？我講話你個撚樣廖長江屌你萬劫不保啊！真係做打手咪告鳩我誹謗，你吹啊？係咪啊？呢個就是自由世界嚟噶嘛，我肯付出代價。喂，既然搞呢條僆仔，佢一個唔覺意，有人因為有人咧腳硬水浸撚死咗，呢個就黃毓民啦。佢瞓喺度都贏嘅，屌乜佢撲撚轉瞓，咁啊浸撚死咗，腳硬水，咁你出撚咗位，咁咪就做議員咯。好啦，咁你未學行先學走，要玩嘢，我哋市民唔撚阻止到你玩嘢嘅喎。因為我香港呢檔嘢咧就係五不像噶嘛，呢檔係垃圾會嚟噶嘛，垃圾會玩垃圾嘢就正撚常噶啦。我本身完全冇對呢啲人有期望噶，關我撚事啊？點解我打個電話喺國際揾錢嘅，使撚靠你香港啊？係咪啊？咁你哋撲街啫嘛，唔撚關我事喎，大佬。但我喺度睇戲喎，但咧佢有一樣嘢咧。嗱，呢兩個年輕人咧，尤慧晶同埋梁仲紅咧，就幫撚咗香港人嘅喎，好撚大功勞嘅算。幫乜嘢？梁振英就死嘅啦，未死啊！佢一整招出嚟咧，佢加撚埋個名做袁素仁咧，跟住搞個貧黨亂港啊，虛報軍情啊，炒撚大佢啊，咁啊死啦！原本未死字嘅。都死緊啦！而家係死啦！而家快啲過唔過都算硬住啦！你唔好咧，佢仲慘咧，過唔過？而家唔好俾佢過，喺度吊命捱撚到佢死，捱撚完咧即係殺插佢。佢而家咧就自己死啦，所以係靠呢兩個年輕人。佢話：哇，執撚到隔夜嘢啊！隔夜撚啊，執到屌你老母有筍嘢啊！呢啲咧就叫矛有矛，輸奸有奸輸。喂，屌乜大佬，你唔好當翟先生個班底冇人先得噶，人哋都識分析噶嘛，識盤算噶嘛。我話僆仔講錯嘢，或者特登講，嗱，我俾多次機會你再宣誓，你事事正正講，如果唔係嘅話咧，立法會主席就摳鳩你，啱唔啱？啱啊！你再講錯咩，我就即刻摳你啦。行使權力啦，收工。可能再嘈喧巴閉嘅話，你入咗嚟咩都好咧，佢仲可以發動
佢令到嗰啲泛民都反感嘅，三分二通過又可以解除你個立法會議員職務噶嘛，啱嘛？成套化喺度噶嘛？嗰你梁振英別衫你撲出嚟搞乜撚嘢啊？啊！跟住你仲串埋話中國嗰個人大系統搞事，係嘛？你嗰陣係人大嗰個系統係中國最大權力啊！你發夢冇咁撚早啊！阿張德江，邊個叫你做嗰個位㗎？嚇、啊！你問阿張德江，邊個撚樣叫佢走去坐呢個人大委員長先？你打翻嚟㗎嗰個位？你個撚樣連個權力來源都未撚記，唔撚記得咗？你個撚當你自己真係最撚大啊！人大委員會啊，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啊，咁你唔撚記得咗黨領導國家咩？你老母你真係瞓撚醒未？你班唔班共產黨員喺香港？你真係當佢人大委員會啊，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啊？咁你唔撚記得咗個憲法寫緊住啊？啊！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個黨領導㗎，咁你話黨大啊，國家機構大啦。屌你冇啲都傻撚咗㗎嘛，亂撚唔搞你老母張曉明你啲咁嘅撚樣，抽撚曬出嚟啱喎。而家佢而家咧呢兩個僆仔咧，就以前就要引蛇觸洞，毛澤東嗰時，而家啲撲咧唔使引蛇觸洞喎，佢自己撲出嚟。自己撲出嚟啊！啊嗱，習先生你好做啦，呢一鑊中紀委全部執撚曬報紙。誰出來說撚過嘢？誰走去幫梁振英撐撚個場？誰撚個支持又話搞釋法？咁咪登撚記曬，唔使勞氣噶，四平八穩坐喺度，擺撚開個台，拎個斧頭砸出嚟，啊！中意斬手又斬腳，作決斬，慢慢斬，自由淡定啊！放啲風出嚟啊！喂，你榜上有名，我都有排瞓唔著添，你快啲斬佢，益撚咗佢啊！凌遲啊，慢慢死。凌遲咧就唔撚係學古代咁嘅精神凌遲你先。折磨你。唉，嗱榜上有名啦，Peter仔咁你都你都瞓唔著啦佢。係咪啊？嗱，有一個教鳩共產黨呢班凌遲，啊，精神虐待你班唔家產，真噶。好，有咩新聞？阿多凡，如果咁樣講法，北京細咗。嗱，我哋補充下，我嘅意見，胡大法官咧係無間道，但係胡仙嘅無間道正面嘅，佢自己出嚟做無間道，就同你拆彈啊嘛，係咪啊？呢個好深奧，一級智慧嚟噶，佢要嗰啲人咧容納到黑白兩套嘢。唔打交嘅，即係你容納咗兩套思想喺個腦度，唔打交先。如果你自己都入邊鬥爭咧，你點樣做啊？哇！屌我良心啊，過意唔去喎、啊。哇！呢度堆錢啊，咁撚多喎、啊。咁你真係乜撚都死。佢兩套嘢容納，佢原來諗條計出嚟。即係呢個猶太人嘅學問嚟有啲，所以佢猶太人叻到咧又呃緊上帝又咁解啊嘛，連上帝都呃到嘅，就係要靠呢種學問啦，一級智慧。即係一級智慧，又話你容納到世間對立嘅矛盾、矛同盾咧，你都容納咗，冇 conference。然後咧喺矛同盾之間咧揾笨賊，揾著數啫。唉，冇撚錯啦。嗱，我哋又玩咗幾十年，我哋玩呢套。因為點解我哋玩到我哋 Buddha 嘅學問咧，就 middle way 啊嘛。尾到尾即係中道嘛，即係左右逢源，上下十方都得嘛，係咪啊？死都趕撚翻生噶嘛。第二個問題。咁呢度講話北京逝咗梁又宣誓，咪唔啱咯？唔係北京喎，而家。蘋果報啲嘢咧就順而醒，屌你係咪？蘋果報啲嘢啊！以前廣州有間米鋪啊，喺大沙頭嚟噶，個招牌叫順而醒啊。昌盛個盛，義氣個義，叫信義盛，讀俾啲嘅信義盛。義盛蘋果報啲嘢，但呢個女僆仔係幫咗香港人嘅，引蛇出洞。屌你，我都懷疑呢個僆仔唔知係咪無間道啊？唔係咁高啊！佢唔知做咗啊！
人哋個擺局高啊，係咪啊？咁啊，另一樣嘢，你做咗都唔知喎，明唔明啊？即係借佢嚟做啊？係啊。嗱，呢個梁君彥咧又報警啦。嗱，我哋嗰啲，我哋嗰啲鐵算盤啊，算命幾準啊？我呢個唔緊要，捱唔到嘛。梁君彥啱啱啊，一開檔已經屌你啦，又撐撐捱嘅佢，係咪啊？係咪撐撐？你記得我嗰時話喂，你呢條友咧慘啦，我就實死嘅，有排捱啊！佢都揾咗20年笨柒啦，20年立法會議員踎喺度啱啱啊！嗱，一鋪升佢袋啦，佢捱唔到4年，捱唔到4年，應該1年到咧就收工噶啦，一係坐輪椅中風，一係生 cancer， 一係心臟病死，計緊到數噶嘛。嗰陣大鑊，我唔大鑊。第二個問題，嗱咁啊，講開胡國興啦，咁就有評論，有啲評論就話胡官咧，佢冇政綱喎，點睇啊？屆屆特首好撚多政綱啦，咪做撚到點得住齋咯？無招勝有招啊！大貓寫咩政綱啊？一睇埋位，有邊啲人識得做得嘢嘅？你組個班出嚟，而家你嗰啲嘢做緊噶嘛？有政綱嗰啲叫講多撚過做，做唔撚到嘢嘅。你冇見我咁撚多理論嘅揾錢，做咗咪得咯？落盤就落盤嘅，你問我點解落盤咧多撚魚嘅？屌你啊！咩解俾你聽啊？係咪先？解都唔你就一流一級高手咁啊！佢哋識用人嘅，你諗個大法官日日坐喺度睇嗰啲皇家大將嗰辯論噶嘛？兩。A、B 組都咁撚叻噶啦，喺個 court 度，大家請啲大狀喺度辯論，同自己個卡人打官司，咁你坐喺度聽邊個唔卡親真定假嘅都唔撚簡單係嘛？如果同你而家你唔係新埋班一個城市啊嘛，新埋班一個城市咧，你要揾人啦，開一檔新檔啊，原有一檔嘢喺度，一上場邊個得邊個唔得，你心中有數啦，係嘛？嗰啲而家我哋咧好奇怪嘅，睇到市場咧最近咧又問我多咗好多啲網台節目啊，做評論員啊，古靈精怪。佢問我點睇我好啊，百花齊放。但佢話水平低喎、啊。你搞撚錯，咁樣講唔撚啱嘅。唔係我講啊。你何來叫低叫高咧？佢夠話你低啦，係嘛？你咪有撚佢自己低處未算低啊，水平低，有佢低咯，關我哋撚事啊？個世間你要容納嗰啲低水平嘅人揾食噶嘛？咁你個撚個啫，講五問皆空，咁咪冇生意咯。我哋啲嘢講俾啲嗰個 channel 嘅人聽噶嘛。如果唔係啲 AV 冇人睇，係咪啊？百貨中百客，個撚個出嚟開咪開網台啲叻仔嚟嘅，我哋鼓勵多啲人開添。自由社會啊嘛，啱唔啱啊？我覺得啱唔啱先？咁你有啲低 B 仔，你又聽翻低 B 嘢噶嘛？你冇翻低 B 台俾你聽，點啊？佢會死噶，大佬。啱唔啱先？呢個世界係百貨中百客嘅，即係你私煙點樣都有個阿叔仔去洗百條嘢，連手未攞摸過噶嘛？係咪啊？就咁簡單，所以咧，佢哋問我咧，我就誒、你哋係咪搞錯？自由社會百花齊放，佢有佢自己嘅路數噶啦，你唔使理佢嘅，又唔需要話好與壞嘅。其實咧，世間就冇好與壞，因為你唔係去做生意，去比賽啊嘛，啱唔啱啊？咁有啲人坐喺度請幾條友度猛喺度撳撳撚到屌你，冇10多萬個擊都得㗎，係啊，有職業噶嘛，係啊。是不是那你信啊做出來嘛是不是所以這些不需要理的。因為這個社會呢是有些等於許冠傑呢很多年前說的這個世界上有蠢仔有懵仔有做戇鳩仔的嘛。那你就找戇鳩仔出來開台就讓戇鳩仔聽咯。多好啊。有些蠢仔又出來開台就讓戇鳩仔聽咯。
係咪正常先？但我哋咧有個立場啦，我哋少少唔同。第一，我都係叫咗個講好撚多粗口嘅學者，兩個大學教授。但因為劇情需要咧，一定要講粗口嘅。如果你講到呢啲咁嘅殘官啊、殘臣啊，你唔講粗口咧，我瞓唔著。所以一定講粗口，所以聽我節目嘅人咧就要容忍到講粗口。但有一樣嘢咧，佢一定要學到嘢。梗係啦，我身經百戰啊，大佬喺社會，你學兩樣嘢夠撚咗你啊！就係教你乜？你聽我講話揸車唔好撚同人爭啦，你都撚使死啦！屌咩人哋就喺揾食，砰砰聲，你老母又揸小巴，你同個師巴佬又走去集做的士又要搶，遲早撞撚死啊！我講啱唔啱先？夠啦！你聽我節目一定夠撚咗你啊！你做生意一定唔會咁撚快撲街啊！家屬謝禮啊！睇定啲先，咁撚著數，咁撚筍嘅生意輪到你做啊！我你照下個樣啦，係嘛？咁你已經救撚咗你喎！你聽我啲節目真係喎，我哋真係身經百戰噶嘛，係咪啊？你而家你行出嚟啊！你江湖上你黑白兩道，邊得我識踢台咧？而家今時今日踢台係啊！即係話有人俾正題反脱烽火隨搖百個千門嘅人呃撚咗，你嗰行出去踢撚到張台攞翻錢嘅。好撚多密碼先踢到啊，大佬！你都唔知邊一個呃你？人海茫茫，係咪啊？嗱，呢啲就我哋強項啦，啱唔啱先？你識咩？你識咩？幾撚深喎？哇！呢啲就係本土嘅學問啫喎。哇！如果佢喺度國際老千咧，你張台點踢啊？國際大老千啊！點踢啊？有得踢嘅咩？你踢唔起啊！唔係我踢你，踢唔起啊！你俾人踢喎，差唔多。嗰啲另外一個層次。所以當年英國人咧係好叻嘅，一個密令，佢維持香港穩定。國際上任何幫會唔可以嚟香港追殺你嘅仇家，所以當時香港咧係全世界啲人咧避風港嚟嘅。佢只要佢一飛機落嚟香港入咗境，佢啲親家就唔入嚟。呢啲係秘密嚟嘅，好撚多密令嘅大佬，真係派先士波殺你老母噶，唔係講笑啊，真㗎。唔係做戲啊！屌做戲喎！屌你冇落撚咗命令㗎嘛，啱唔啱啊？所以我啲泰國好多啲黑貨俾人搶咗咧，搶人啲黑貨嘅班友黑食黑，就走嚟香港避風頭。係，我哋知噶嘛，佢嚟到又揾我哋打個招呼啦。到後期啊，台灣嗰個竹聯幫又想嚟香港起旗噶，起多招牌噶，而家講成80年代啦，就俾政治部拆撚散佢。英國佬喺呢方面防不得好犀利，唔講得少嘅，唔講笑，唔講笑，即係表面你哋市民唔知嘅，市民唔知嘅。想想你看看他香港又有國民黨的特工在這裡活動，又有共產黨特工在這裡活動，他都可以擺得平的嘛。哎，你們不要吵了，我給你一張情報，你們告訴老闆聽，有笨賊找了，知道你人工了，他給你，你沒有案子交數嘛。輪到國民黨，你又不要吵了，我弄一單東西給你，你就去騙夠老闆錢了，這樣喂，聽日我哋收咗錢咪收錢啦，咁啊聽日喺華豐打飲茶打牌啦，咁屌你！哦，原來痴痴呆呆坐埋一台添。因為個零個都係揾笨賊嘅啫，我咪點你㗎啲特工，買唔知同你賣命啊！屌我求其加老差，屌你乜點紅點綠嘅啫。咁啊好啦，有陣時係英國佬教鳩你兩個共產黨同國民黨夾計啊，呃鳩美國佬笨賊咯。係啊，所以以前英國佬都係嘅，大家做緊個廠係知㗎。美國佬嚟 check 廠，佢係預早通水噶嘛？你問下啲人做廠啊？啊？工廠處啊，頂到一俾你噶，大佬。英國佬都好撚古怪噶，另外一套啊又。屌乜教鳩埋啲共產黨特工同國民黨特工揾鳩美國佬笨柒噶，大佬。咁啊變咗佢嗰啲
嗰啲邊境、嗰啲海、嗰啲水警咧，就唔撚使埋嗰度噶嘛，等你個艇仔入去深圳灣過去啊嘛，然後打電報呃鳩你嗰度話咧，我哋已經入撚咗去共產黨個基地入邊咯，咁你嗰度又派啲死人濕鳩雷達 check 啊，係唔係？已經鬥緊流噶嘛，啊唔同而家又為升啊嘛，啊計計嗰個回流撞翻嚟條線，我真係入撚咗去，佢真係入咗佢海域幾廿碼啫。又急撚埋共產黨嗰啲炮艇，冇撚巡住先。咁啊，我話即係我入撚咗店啦，咁樣咪點咪又呃錢咯。好撚古怪，好撚多錢揾笨柒。等而家香港呃蛇齋餅種，呃維穩費，中聯辦一撚樣，搞搞撚亂個社會。所以點解我哋咁撚耐提出話立法會冇糧出咧，都唔制咧？你天下太平冇事咧，個撚個冇笨柒揾啊嘛！市場講，淨係中央政府俾香港嘅維穩費，經過中聯辦呢班唔家產搞嚟搞六十億啊！知道，知道嘅啫喎，唔知有啲未計揾笨柒啊！去邊啊？我如果你話喂天下太平喎，立法會冇交界喎，食蕉啦！唔撚使每幾年咧有一鑊要搞競選爭票喎，咁屌你有乜知咩錢啊？即係唔撚使知。所以好撚慘個社會，你知唔知啊？大家好撚無奈嘅，一天下太平，好多人冇嘢撈噶啦，養幾撚多人你睇，啱啊！連啲咁嘅柴仔做觀塘區議會主席嗰個陳乜撚啊，我睇報紙啊，整個乜撚嘢噴水泳池啊，屌你老母成幾千萬啊！人哋討論佢都話唔撚俾啊！呢啲又係嗰啲咁嘅左派嘅忽然愛國分子嚟噶嘛？咁你中紀委，如果你真係希望國家同埋香港風平浪靜嘅，你真係要揸撚正嚟做咧殺人嘅 ，set 好個規矩，有條底線嘅，有條界線，唔係叫底線。屌你老母！你唔好學張曉明啲人家產話觸犯咩底線？屌你老母咩張曉明邊條線啊？你話俾我睇啦！而家你指俾我睇觸犯邊條線先？邊度違線先？底線抵你老母啦！你個撚樣，遲早你底褲都冇得著啊！你個撚樣，你記唔記得佢個撚樣出嚟講啊？觸犯咗嗰個底線，邊條線啊？條線畫喺邊撚度啊？邊撚個法律書寫得明去撚到呢度咧就犯法？屌你老母，傻仔張！你話唔家產就嚟香港，係咪啫？語言入罪啊！嚇、啊！你寫清楚噶嘛？就算你個人有白粉、有大麻，都藏咗幾多安屎噶啱唔啱啊？有數量噶嘛？講撚到邊度行為去撚到邊撚度，唔該你寫撚清楚個底線條線喺邊撚度先。你個撚樣你條線擺你隔甩底啊！屌你觸犯底線，人哋真係橫州摸底都未觸犯啦，話撚明摸底啦，屌你老都冇事，係咪啊？啲僆仔亂撚唔講嘢，咪當鳩噏啦。嗱，我冇事㗎，你哋過鬧鳩我支拿豬都得嘅，因為我當你廢㗎嘛。有啲人問我啊，屌郭先生唔知咪外國護照喎？都唔撚介意個支拿豬，咪做到支拿豬又好啊！你知唔知我哋中國嘅支拿人幾撚慘啊？做人豬有人養啊！中國好撚多人冇人養噶，做馬仲好喺中國，屌你老母喺馬會養啲馬，三皮嘅一個月，屌你老母呢個冚家產，我一萬蚊都未揾到。是吧？嗯，好正。我覺得啱唔啱？劏房都冇間。你咁你睇下個馬房，只馬打幾撚多地方？有空調啊！你啲撚樣仲話支拿豬冇肉？你咁我哋真係大冇肉啦！做支拿人幾撚痛撚苦啊！你知唔知啊？一出世就屌你老母喺香港冚家產，讀到成二十歲，讀啲咁嘅唔黑店設計嘅教育，屌你唔死啊！人都會癲啊！係咪衰咧？我做支拿豬啊！所以我一啲都唔覺得冇肉噶，冇咩肉啫。如果我真係咁撚曳嘅，我唔怕俾人話。
好啊，如果你話誒 fucking your Chinese， 我國家會影響咪個招牌，咪有夠你噏咯。美國佬日日俾人鬧咧，電影掃鳩總統落台啦，係咪啊？大家睇到美國電影啦，咁撚脆弱嘅咩？你哋共產黨脆弱啫，我哋唔撚脆弱啊！但我可憐你咁撚脆弱，亦都好撚同情你咁撚脆弱，因為全部貪污腐敗啊嘛，深陷啊嘛，個政權唔撚合法攞翻嚟噶嘛，你合法嘅咪搞個全中國人公投咯。支持你個一黨專政咯，係咪啊？點解你唔撚做咧？啱唔啱？好撚簡單咋？你講乜撚嘢啊？你就低邊幹部，白底線，你個撚樣張曉明，你條底線喺邊撚度先？喺邊本法律書有講條底線喺邊度先？你自己話係咪啫？我啲都唔撚介意喎，我國家底俾人屌嘅。啲嘢失撚禮，人出醜，周圍借錢唔撚冇唔撚還俾你嘅，喺內瑞拉又話唔撚還啦。我懷疑呢班啱外交部啫，放數有回傭啊，咪邊度借得咁撚手爽啫？咪點會借得咁撚手爽先？係咪啊？你撚細計數，佢冇償還能力㗎。屌你阿媽！中國人咁撚多，讀書冇得讀，屌你阿媽！翻學都要爬山越嶺嘅。成七千幾萬住喺岩洞上邊，屌你媽！你唔使去搞，拿啲中國人啲錢真係周圍送，借俾人哋，連息口冇得收，屌你老母！你咪搞回傭啊！你外交部班咁家產，係咪啊？屌你媽！仲係觸犯底線，你嗰啲唔撚觸犯底線，你咁樣管理個國家，嗰啲唔係底線，啲僆仔出嚟鳩鳩你係當底線，係咪啊？好撚簡單啫嘛！你條僆仔唔醒咋醒啊！屌你媽！即係攞個懵仔牌啊！喂！屌你媽！睇緊精神醫生，我噏撚錯咗咁點啊？咪宣訴死一次咯！你放蛇咬我啊！咁法例冇規定話唔撚俾精神唔健全嘅人做議員噶嘛，大佬！我時縮時唔縮得唔得？屌你老母你啫！冇教佢啫嘛，我係咪啊？屌你有冇傻噶嘛？呢班冚家產住講啲共幹低能到不得了啊嘛！屌你老母！你嗰啲真係走嚟香港恰鳩啲香港人啊，恰鳩啲香港同胞啊！你可以你設緊少一國兩制，你講一國一制，一國一制都未驚你啦，啱唔啱先？行撚開啊！屌你！我仲可以遙控整撚估你啊！共產黨郭某人嘅勢力知唔知啊？我哋有冇發夢冇咁早啊？仲要拉拉埋國台班呢班唔家產咧？喂，你冇做情報嘅咩？你台灣嗰啲第六中隊瞓撚曬覺㗎？嗰兩條僆仔落台灣去邊撚度？有冇見過台獨邊啲人？你應該有報告㗎嘛？你一冇做報告啦？點解佢人都冇撚見到？又話冇電話，又話電話壞撚咗，又冇錢坐車。都冇連撚落上個台度嗰班人，就算連落上話點咧？佢扮嘢啫嘛，你連人哋扮嘢或者真嘢嘅你都唔撚知，佢真係勾結台度唔撚會俾你知啦，懵撚！你低 B 幹部，屌你冇又炒國台版呢啲冚家產，你係統戰部下邊嘅，屌你冇又炒就話哇！屌你乜台獨啊、港獨啊勾結啊！屌你乜你炒撚完疆獨啦，以前又炒藏獨。炒撚而家你真係炒港獨又炒埋台獨，屌你老母！你真係唔好撚揾鳩中國人笨柒啦！你哋揾錢就算啦嘛，唔炒我邊有揾咧？係咪啊？傻噶呢班唔家產，屌你老母亂七唔呃鳩呃鳩中國人啲錢，係咁支維穩費、支統戰費，你死唔死啊？嗱，翟先生。十三億同胞而家睇緊住你個習近平核心點樣樣搞法，我其中一個，因為我揸緊住中國公民護照，係咪先？我隨時可以變身，我變身唔使入籍噶嘛，係咪？第二個問題。嗱，呢度梁振英咧就話換咗人。代表冇港獨同埋會變香港會變好喎？點睇咧？有人答咗佢喎。嗯。
即係話佢講咧，呢啲係謬論嚟嘅。咁你答佢點咧？如果唔換人咧，一定係唔肯好。換緊咗人咧，有可能會好。但佢亦都唔明白，佢咁樣講咧係又為自己捉蟲嘅。擺到榮啊！捉蟲嘅，攞假嚟丟。一個社會領袖人做，如果做政府官員嘅話，你冇咗嗰個公信力咧，冇得做嘅。如果唔係，你點解嗰啲人一出事咧，自己要申請下台咧、辭職咧？當年你梁振英別生同唐英年競選嗰陣時候，大家香港市民啲記性又好撚壞嘅，啲記者好撚壞嘅，唔撚會追問佢。當日係有兩單僭建噶嘛，唐英年有噶嘛，梁別三有噶嘛，唐英年單告咗罰咗錢啊嘛，咁梁別三單告咗未啊？唔撚使告啊？嚇？冇咗下文咁咯。咁屌你老母啲記者做咩咧？啲議員做乜撚嘢咧？嚇？屌你老母嚟俾人入位咯！我講得啱唔撚啱？今日報紙賣啊！佢當日佢自己宣誓就任特首都宣撚漏咗啦！你啲撚樣即係你搞乜撚嘢？香港人究竟呢啲咪叫香港豬啊？俾人叫有人俾人叫港豬喎，又俾人叫港撐喎。有屌你老母張曉明，而家成日俾人叫港豬港撐，你唔叫你香港人嬲？咁係豬啊，認噶啦嘛，打下企定啊嘛，咁你係豬啊嘛？屌乜兩擔僭建？你啲議員咪豬撚過豬咁兜啊？唐英年告撚咗啦，梁振英單唔撚使告嘅。咁呢啲你嗰啲議員做乜撚嘢啊？咁我哋叫你嗰啲中國人，特別你張曉明呢啲咧，就正式係支那豬。點解咧？係冇撚辱你啲共幹噶啦，啲低 B 幹部，點解你咁撚蠢嘅？屌你！法院都未審，你老母啊叫人釋法係咪支那豬啊？蠢啊嘛！豬就代表形容你蠢，豬抌兜，支那咧就冇貶值嘅，支那係中國另外一個別稱嚟嘅，冇錯嘅。而家你唔信咩？你真係印尼啲華僑一叫中國人咧，而家都叫支那人嘅。差拉咩咧就貶值啦，喺美國。你老母連少少吸引聲時，你班家產共幹都唔識，你班撚樣扮唔識。你就保皇黨扮唔識喺度炒炒炒，嚇！而家排錯隊啊！你班撚樣，國務院幾時發表個聲明咪會釋法先？習近平先生幾時嘅辦公室發表聲明話支持香港釋法先？有冇收過？冇啊嘛！你啲冚家產自己諗啲嘢出嚟啊嘛！你想搬阿爺上台啊？搬習先生上台啊？做千古罪人啊？搬阿習近平先生出嚟，俾個國際輿論話佢破壞香港司法制度啊！搞緊到屌你乜嗰個世界國際嘅經濟評級，等香港又再跌多啲啊！影響埋中國評級啊！呢班冚家產你入必有所圖噶，臨死掙扎啊！呢班貧黨啊，呢班貧黨禍港呢班人啊，臨死掙扎，唔撚使卸佢噶。第二個問題，新聞你我哋好撚心水清啊！低 B 幹部，你班撚樣唔喺阿叔面前班門弄斧啊！作樣篤撚爆你啊！你再串啲，我屌你啦！冇將你中聯辦收兩錢集名單，我掟翻上中紀委啊！而家我未掟啊！人哋掟唔掟我唔撚知。你班冚家產一買南山啊，邊個買個樓你都做乞衣啊！你有撚錢買樓啊？你老母走嚟香港踎撚咗好陣間，就喺南山買啲咁撚靚嘅別墅住，你班撚樣。嗱，咁啊，而家又講換唔換人嘅問題。唉，呢個呢啲八卦新聞啊，八卦新聞，財爺反擊689，冇可能一心一用嘅。大家同唔同意佢呢個論點啊？佢話冇可能一心一用喎，即係一心幾用啦，係嘛？一定要一心幾用咧。哇！咁連我哋啲時空識工好啦，嚇、啊！一心幾用啊？
唉，屌你，你嚟走學啦，屌收你七折，靚仔。一你話一心幾用可願，佢唔做得啦，做特首，唔係嗰皮。曾俊華。唔係嗰皮。嗯。唔講呢啲嘢，即係香港係冇政治智慧嘅人，係唔鬥嘴嘅。屌你嗌我豬嗱豬，我咪笑下咯，係嘛？哇！我做豬你好彩啦，我做豬嗱郎振英咧，你係撲街啦，做豬嗱都行，咬柒你啊咁啊，係咪啊？咁幾多好彩？你遇到我只豬嗱豬，等於唐英年都俾人叫做豬啦，係咪啊？我唔通佢嬲啊？嬲得幾撚多啊？屌你老母！你就低 B 幹部啊！如果咁撚易嬲啊，你老母真係～走去中環啦，康樂大廈跳落嚟死撚咗佢啦！咁撚小氣，屌你老母啱唔啱啊？你個心靈咁撚虛怯嘅，咁撚弱嘅，俾人嗌一嗌就屌你老母喺嘈冤巴閉。你話共產黨養呢啲人有乜撚嘢吉事啊？有冇吉事先？不嬲冇噶啦！俾人嗌就傷害佢嘅感情喎，你有撚感情啊？有感情你又唔會走去做柴仔啦，唔撚會走去扮忽然愛國啦，屌你老母，你仲講感情？唔會出賣你嘅尊嚴啦，你班撚樣傷害你嘅感情，繼續傷害你班冚家產啊！我叫你僆仔，因為你冇感情噶嘛，你有撚感情啊？傷害你唔到噶，你唔好扮嘢話你傷害你感情啊！屌你老母，你賣友求榮噶嘛，搞忽然愛國何來感情啫？出賣尊嚴，邊度有感情啊？值得傷害㗎，繼續傷害呢啲冚家產。嗱，呢單嘢要講啦，撲緊位好大。係啊，乜搞成咁啊？嗱，支持啲年輕人傷害呢啲忽然愛國嘅感情。你唔夠佢講咧，問我，我教你點樣屌佢。你何來有感情啫？傷害你攞啲感情俾我睇下。等你問啦，屌你老母喺個傻仔名張曉明，你攞個底線出嚟俾我睇先，踩兩對邊條底線啦、啊？喺邊本例書度寫明條底線係點樣樣畫法嘅先？屌你老母廢噏喺度，乜火嚟撚埋嘅？亂撚咁講嘅，個法律要好撚清晰噶，大佬。法律點可能唔清晰啫？你話踩條底線，邊條係底線？我踩撚到邊條底線先？我係講別啊 ，fucking 差啲事啊，咪告鳩我咯！我係講支拿豬啊，你咪告鳩我咯！我準備俾你告噶嘛，啲僆仔冇吉事，講咁撚多嘢，又話我最撚憎佢話壓力周陰啊！屌你老母咩？壓力周陰呢啲係最撚衰嘅，敢做唔撚敢認，係咪啊？咁講翻撲緊位呢單嘢點搞？咩搞成咁樣？點俾人害嘅？害呢啲俾人害，冇鬼唔捨得人嘅，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嚟噶嘛？嗰啲係好撚耐嘅嘛？社會有好耐啦。係啊，而家又拎出嚟講啊嘛。幾個渠道害佢嘅，最撚大嫌咧就北朝鮮害佢，因為北朝鮮咧最撚多 spy 喺南韓。嗯。你搞個薩德系統，佢咪害鳩你咯。好啦，第二咧就俄羅斯會害佢，佢影響埋俄羅斯噶嘛，佢系統。變咗中國少咗同佢賣軍火噶嘛，即係唔撚靚啊！好多嘢屌你，俄羅斯啊最緊要有冇影響荷包嘅啫嘛？有冇影響到啲銷售量？俄羅斯最緊要影響荷包，而家你影響佢啊嘛，冇效啊，我係同。咁啊，第三先排隊輪到中國害鳩佢，因為你中國咧，你害佢冇益嘅，佢都投資咁多你中國。嗯霍錦慧咧，仲同中央政府以前咧，大家不嬲傾好偈嘅，冇咁快害到咁撚大鑊嘅。
但係而家都冇所謂啦，佢喺度發展到而家，講少少笑話俾大家聽啦。笑話？啲導彈都冇撚用啦，冇撚用啦。佢啲冚家產地嗰度同蘇聯佬咧，俄羅斯人問貓味，燒撚埋班倉底貨咧，又算撚數。好撚慘啊！世界。屌你咪成日俾佢哋，屌咩全世界啲人咧就俾佢兩班夾埋嚟，啲有新嘢出咗啦，即係我自己知道有新嘢出咗。夾埋嚟揾老襯。呢啲係冇撚用，咁但係你冇撚用唔掂嘛？咁順便搞下事，誒燒撚埋啲貨尾算撚數。擺門。擺門㗎，好撚慘㗎啲學國家，成日俾佢哋玩㗎。因為嗰啲最新技術俾美國買咗同台灣。嗱，呢個中國人光明嘅喺武器上最新一種技術，美國同台灣買嘅，係咪冷門啊？呢啲美國同台灣買，唔係台灣同美國買。屌你哋搞撚錯曬！嗱，屌你有冇聽住啦？共產黨呢啲好撚冷門嘅，你班撚樣屌你老母仔，成日走去食鮑魚。點樣有收情報啊？佢仲話緊之前資深外交官話緊要用武力消滅台獨喎、啊。佢發夢冇咁撚早啊！四國聯手嘅而家搞撚到喺嗰個東海、南海已經。你嗰只啲航母艦點解話導彈冇用咧？哦、啊。截撚到你嗰電磁炮。差唔多成本為幾百蚊美金啫。嚇、啊！我都買得起喎，幾百蚊美金。買少夠咗得㗎。係咯。俄羅斯咧，而家就透露少少出嚟啦。一冚就成個法國冇撚咗啦！大家睇過報紙啦，係嘛？橫覆蓋曬你美國東部、西部喎。你嗰攔截導彈唔夠佢快喎，截佢唔撚到，佢快撚過嚟。好啦，你講美國佬啲第七艦隊咧，周圍走咧，點解佢要買撚翻我技術咧？嗰啲航母艦、第七艦隊咧，變撚咗廢嘅而家。嗯。廢咗冇工。人哋整撚咗嗰啲艇仔啊，係載撚到佢好撚強悍嘅導彈，專炸撚沉啲航母艦嘅啲快艇。屌你就你只航母艦掉頭好撚到撚盡㗎，大佬點閃啊！即係叫貨櫃車掉頭，即係唔撚使掉啦，係嘛？因為佢嗰啲咁嘅大飛，仲快兩個大飛，氹氹轉，屌你乜撳掣個航母艦收工，所以美國佬喳喳聲要買翻個技術，知唔知啊？共產黨捱打，屌你有冇啲發佈冇咁早啊？姓沙嗰度撚樣，又話退休嘅資深外交官。啊咁。你叫佢出嚟啊！我俾啲架撐佢睇下。傻傻地噶共產黨，好撚低水平。人哋啲四國聯盟啊嘛。如果真係打起上嚟會點咧？冇得打咯，出醜咯，打奸就得咯。即係等於而家你中國嗱，中國而家中國啲兵咧，就等於中國十九歲嘅青年軍去打足球啦。今日收撚到嘅消息。嗯輸俾德國佬喺世界盃啊！世界比賽啊，輸俾德國21-0，輸俾韓國仔一隊咧就11-0，另外一隊韓國仔咧就再贏另外中國仔一隊咧10-0，巴基斯坦就贏11-1，屌你老母，輸馬幾球，你老母四隊人家產啫。打嗱呢啲就係中國嘅兵力嘅代表啦，啲青年軍。屌你有乜攬你條女？屌你有乜揸法拉利？啲富二代，哇！你嗰啲軍官嘅就買翻嚟做嘅，點打？打奸啊！走遲啲都冇命啊！喺中越戰爭，共產黨，屌你乜傻嘅？如果真係著數，佢會走啊？攞位霸翻啲啦，唔撚敢霸啊嘛！走唔切，唉！屌你有乜走啦？自衛戰啊，全面撤退啦！屌你咁樣。知唔知啊？如果佢有着數，佢唔壓撚住同你慢慢越南講數啊，係咪先？點解要走啊？死幾撚多人啊！
得500蚊付出金咋，人命幾唔使值錢啊！嗰時喺中日戰爭啲解放軍幾慘啊！送翻個牌俾你咯，光明軍屬咯，屌你老母係咪先？住你有冇？係咪啊？你仲諗？屌你老母嗱，張曉明呢啲就係中國人底線啦！你老母，你就侮辱我哋啲同胞啦！啲人命都唔值錢，屌你老母閪！你實際行動侮辱我哋同胞啊！同你去戰場打撚完仗得5嚿水。屌你老母！以前60年代嗰啲愛國香港嗰啲老嘅愛國教育家，3000蚊人工，政府嗰啲津貼學校請佢哋唔肯去教，走勞工子弟學校、摩托工會嗰啲愛國學校，得200蚊人工嘅啫。你班撚樣走去食鮑魚，你有冇請佢哋食啊？為你共產黨賣命啊！搞愛國教育喺香港，唔肯記得曬啊！屌你媽！我50年代啊，我都應該揾翻啲資料出嚟噶。我去揾咗10幾20間工會咧，表演國術咧係籌款嘅。因為嗰時佢勞工旺角勞校發動，就係英國人咧 cut 緊咗津貼，咁啊發動咧就走去籌款，即係要食自己啦，冇津貼，冇撚咗津貼學校。咁啊，學校發動，咁嗰時我細個，邊號召邊個有嘢？你玩魔術好，一人有咩架？喂，我識打功夫喎，咁啊即刻表演咯。咁啊屌你啦！一個禮拜去2晚㗎，又去摩托工會表演，又去嗰啲洋雜工會表演，又唐歌工會，好撚多工會，又海員工會，表演咗成半年㗎。我打一套拳。嗰次我問過佢哋左派機構，我喂我僆仔參加個表，佢應該有留底嘅。喺1957年啊，1957、1958年到啦，佢表演為個學校籌款，幾撚慘！屌你老母嗰啲咁嘅愛國分子，以前嗰班人過真係愛國教香港啲左派機構啲人，冇而家呢啲人唔街慘唔撲街嘅。真係奉獻犧牲嘅，邊度會攞水嘅啫？邊度會蛇齋餅種攞嘅啫？邊度會話喂屌鄭耀同呢啲咁嘅閪人，屌你老母閪，走去攞人哋著數，走去話俾啲鬼佬請佢，走去燃飛機嘅啫，冇噶嘛，行出嚟值得尊重噶，唔係講笑。你唔好理個政治上對與錯先，但係佢哋嘅忠誠咧，我哋尊重嘅，真係犧牲嘅，信任你共產黨嗰個理想嘅。呢啲叫咩底線啊？張曉明，你話俾我聽，嗰條咩線？嗰條叫做即係黐撚線嚟當人哋。你啲咁嘅撚樣，幾時輪到你講底線啊？我哋幾撚多底線啊？你觸犯我哋好撚多底線啊！嚟嚟香港，係咪啊？第二個問題，嗱，阿 Doctor 有網友問：啲而家啲年輕人為乜嘢原因要打住英國旗咁亂英咧？佢邊喺度亂英啊？如果打支英國旗叫做亂英嘅，你嗰個評估都屌你啦，冇係唔合格啦，即係叫扮嘢。佢咪攬乜撚只旗咧？攬啲國民黨旗啊？呢叫僆仔唔成熟扮嘢，條氣又唔撚順，有啲少少嘅理想，有啲民有啲。西方吹過嚟嘅民主理想又俾人點啊？平時自己鳩流流、啡流流，乜撚都冇，咁咪行出去拎支旗，聽日上呢個報紙、電視台又報下幾撚威啊，大貓威咩？喺佢自己以為威噶嘛？威咩？喺佢個圈子啊，即係話俾人聽嗱，我幾撚夠吉屎，屌你咁樣係咪先？係咪啊？喺同學度啊，掟嚟掟去噶嘛，喺手機度 WhatsApp 咩嚟咗去，呢個係一個好虛怯嘅行為嘅。正式搞事嘅人咧就唔會搞啲嘢嘅。伊斯蘭教咪搞事咯，上撚曬架撐，屌你咁樣行埋去，你見佢冇咁多嘢擺住旗周圍揈嘅，冇噶嘛。所以共產黨咧，你哋有能力評估到，但係你評估完咧，你都呃鳩阿爺啊嘛。
令啲僆仔玩嘢唔成熟，你又抗撚大曬嚟講嘛，其心可誅啊嘛。做香誒，即係話喺中國負責香港問題嗰啲，做研究嗰啲，我哋都研究到㗎，真㗎。你買搭插佢咪走㗎啦，個僆仔，佢唔係死事嚟㗎嘛，即係吹水唔抹嘴。咁重點唔好撚忘記喎，俾錢去買旗嗰啲係共產黨員嚟喎，屌啦佢唔知喎，嗰度大領王啊嘛，即係話班啲龍獅旗嚟俾僆仔嗰班人咧，就是、共產黨幹部使錢俾橫手叫佢做一揈支旗，咁你話撲唔撲你個街啊？我證據喺手啊，大佬！你當我哋香港冇人啊？嚇、啊！你點樣知啊？啲僆仔有啲有錢收，有著數收，即刻揈有一千銀收，排緊曬隊啊！即刻啦，買翻對波鞋好。啱唔啱？你而家等嗰啲愛字頭啫嘛，上街跟住俾人影咧，都話分錢啦，有人工派啦，咁屌你咪就係咁一回事咯。屌你老母，你當習先生香港嗰啲人撚知啊？張曉明你班撚樣搞串謀搞朋黨亂講，你當傻嘅？睇到噶嘛，我哋都睇到噶嘛。呢頭行出嚟扮正義啦，屌你我神父陳日君之流，屌你嗰頭俾人爆話收錢啦。民主之父李柱銘又收錢，個撚我收錢，長毛又收錢，大家都喺度收錢啫。屌你老母冇撚，屌你大家你話你又搞乜撚嘢咧？咁如果你共產黨知道你收錢咧？即係個個都揾笨賊咯，即係嗰個政治意識咧、味道咧就冇嘅。其實個個都揾笨賊，我揾笨賊，屌你媽！你中聯辦唔撚如實報告，仲要炒撚起佢，搞撚埋一堆，咁搏咩？哇！原來班唔啱差又收錢，咪就一個揾笨賊嘅局嚟嘅香港今日。全部都係咁啦。第二個問題。啊，都談，都唔識講。哦，有篇嘢有人寄俾我。係啊，有位網友。擺喺萬福珠寶嘅。啊。就有封信寫過嚟俾阿博士啦。咁啊，本尊敬的郭博士，本人僅向郭先生你合十，看先生的好人好事節目一段時間，非常欣賞先生你對大眾關愛地開示，尤其是對年青人的憤斥，對時事一針見血的分析，對社會不公義心惡痛絕地批評，實在大快人心。除此之外，感謝先生分享很正確而實用有益的知識和智慧，小女子實在受用無窮、思想上得到不少的啟發，心思亦都開始變得開闊。先生你的經歷、經驗、修為、學識、真知灼見，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書呢。有幸能在這紛擾驚憂的時勢看見先生的睿智的分析及見解，實在是我們百姓心靈的避難所。再一次向先生你合十禮敬。以下是我想先生解答的問題，好得意的問題啊。在香港為什麼不能直接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阿爺叫你唔諗好講，你咪唔好講咯。為什麼？因為你螺絲釘嚟噶嘛，螺絲批唔喐你喐乜撚嘢？你係工具啊嘛，冇得解噶。呢個就係黨規。阿爺冇叫你講，你又唔好講。好似黑社會。咁你仲要問我？如果你係黨員，絕對服從啊嘛。第二個問題，共產黨員在得到上級同意及批准下，是不是可以拿到安樂死的藥物？不用他批准，跳樓就算了。不用批准？不用批准嗎？你跳樓啊，你不識定，我帶你去了，安樂大廈。第二個問題，不是問題，接著還有一段的。問完這個問題之後，就很安樂的，你喝了幾支伏特加就可以了。识飞，识飞啊！大变之年，深感天地变色，冥冥之中有一点玄机。好多人在甲午之年辞别人世，佢诶呢位佢嘅家父亦都系咁。
啊，大變之後也許這些人會成怨再來人世，啊，以身報國，造福蒼生。人世末緣三界六道奇局連綿不絕，所謂勝負難分難解，勝者未為勝，敗者亦未為敗。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後知法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唯望菩提常住，佛恩不斷，此志足身體安康，佛心堅定，如意吉祥。佛弟子寧靜敬拜謹上。他自己不了了之咧，就冇機會搞到我都陪緊埋你不了了之。個世界本來都無一物，邊咁複雜嘅啫？你要諗出嚟啫嘛。嗯，係諗複雜咗。心臟一停就死啦，冇人知道個心臟幾時停。咁你邊度諗咁多嘢啫？咁啊都話啦，普通人唔好理貧富貴賤，瞓一個好覺，食一餐安樂飯。嗯。做一次好的愛都不容易，你搞定這些就可以了，你不要搞定複雜，那些不能關你事，那個宇宙都自己會走的嘛，你想左右它就不行，那你不如不要想啦，關你什麼事呢？你想活得精彩的，那你就看多些好的那些有經驗的哲學家的書咯，自己設一個遊戲給自己玩咯。但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什麼？任何人都是，千祈不要做力不從心的工作。力不從心的工作，你想做但你沒力嘛，那志向又大了，沒力，還有呢，不要過猶不及，又不要驕枉過正。喂，大哥，我們80年代做叫富豪啊，都要扮不讓人知道啊，鐵包金啊，跟低調啊！權傾朝野，我喺我自己國家嗰陣時，一拍板換柒你老母總統仲得啊！我哋都低調，樹大招風嘛。人最難學嘅呢樣嘢，呢啲係修為。我哋而家有師承啦，大家最近睇到我拎翻咁多歷史出嚟，有個學生問我：，哇！屌乜點做啊？咁撚多工作嘅點做？單單都是跟總統皇帝合作做的嘛，對吧？但我是樹大招風，因為他那天跟我聊天，昨天最難的，為什麼他搞到美國政府接受你？我美國訪問是美國國務院國際部請我去的，還要叫迪士尼老闆打開個海底餐廳請我吃飯，於是尊重。我在蘇聯訪問戈巴喬夫通知國議會啊，請我去噶，部長會議啊，即係叫國務院啊，請我去噶。喺世界上係好少人喺嗰個時代，冷戰時期咧可以兩頭通嘅，通一邊都不得了，兩頭通嘅，兩邊接受我嘅大佬。好啦，做我翻去中國，又係接受我哋嘅，點解咧？呢個人就係我哋佛學嘅白正道啊！正念啊嘛，世间啲问题人搞出嚟嘅，人先可以解决到噶嘛。人解决唔到就系你个观念唔正确，你个思想错咗。咁我咪喺苏联做工作咯，又喺美国度做工作咯，关你卵事咩？佢信东正教咪有咧，佢信东正教咯。你又叫佢夹硬要信捻翻你啲新教，咪实打教噶，啱唔啱？他每天不拜五拜咧，點解瞓唔著噶嘛？伊斯蘭教關你撚事啊？又咪叫你拜？你老母你係夾硬要叫人哋唔好拜。所以世界就本來無一物嘅，係啲人唔關心八卦友咧搞出嚟嘅。等於香港啲農屋啫嘛，好撚地地噶，冇人投訴過嘅喎。幾十年啲農屋，20蚊租一個床位。我老母又話：哇，唔得啊！啲空氣曳啊，乜乜密密啊，咁點啊？教部大冷氣，佢病鳩曬添。屌你啊！咩攞嚟搞嘅叫做知唔知啊？人咧就係佢自己各就各位嘅，佢有嗰種惰性嘅。人係與習性而生噶嘛，即係每一個人都跟住佢習慣性去生存嘅。
你唔可以干擾佢。屌你！你共產黨當年就話世界共產黨組織那套嘢，要個撚個一撚樣嘅，同一思想，同一咁嘅衣著。咁咪而家咪你睇世界上有幾多共產黨國家？係唔撚通噶嘛世界？所以各就各位，你冇撚理人，你唔撚使可憐佢。喺印度你仲要撞板啊？你撞黑衣啊？屌啦！佢要做乞衣噶嘛，一生人要做一年乞衣噶嘛，有錢佬都，你都唔撚做人哋個文化，你會把撚咩？美國佬就麻撚煩一樣嘢啦，屌你個白撚卦，但佢又唔係真係白撚卦，佢有笨柒嘅地方，佢真係八卦，有笨柒揾嘛。搞嘢咯，真係。佢唔真係幫阿富汗，窮鬼啊嘛，佢坐你黃鳩啊，你冇石油睇，會唔會真係搞你啊？啱啱先？下萬有後著有利益噶嘛？講嚟講去政治係有利益嘅啫，利字當頭啦。揾把口講嘅啫，而家等於香港忽然個國出嚟㗎，啱啊！博風官進爵啊嘛，博埋堆啊嘛，影張相掛屋企，屌你咁樣，係咪啊？同個市長影張相啊，屌你咁都擺屋企放大佢㗎嘛，好撚多人都。但你唔可以話佢錯喎，佢水平低嘅人你要同情，有接受嘅。佢喺大陸做當生意仔。在個城市跟個市長拍張相仲掛喺度啊！希望希望少啲俾人趌啊嘛，即係有人照咁解啱唔啱啊？就係咁解咋，你又唔可以話佢虛榮噶。等以前香港就係啦，同港督拍張相咪掛撚曬喺度咯，係咪啊？港督食過蛋撻都掛張相噶啦，正常啊。呢個就係人世間嘅社會情形，我哋應該要理解嘅，你又唔需要踩人。屌你唔撚影啊！你嘅事啫，你唔可以話人哋好影噶嘛。第二個問題。講開，我哋要食得好，瞓得好，就係有人瞓唔好咁樣點搞咧？點解瞓唔好啊？有位網友話佢阿媽瞓得唔好，咁啊成日都扎醒嘅，咁大肉會唔會好啲喎？唔可以肯定講啊！佢嗰事，咁你買件玉帶嘅，你可以試下。如果佢真係好嘅，咪叫玉帶咯；如果唔係好嘅，你又要揾個好嘅中醫 check 咯。但如果唔係，如果佢半夜扎醒嗰啲咧，有幫助嘅。佢如果譬如話佢念完祝福文，佢信教嘅就念一篇嗰啲馬太福音，或者念玫瑰經，啊，咁啊帶翻件玉器咧，咁係有幫助嘅，係一個心理嘅影響嚟。玉器咧，自古都係俾佢個觀念上咧話辟邪啊嘛。如果對嗰啲人咧，成日疑心心猛鬼嗰種咧，有幫助嘅辟邪啊嘛。佢有冇宗教信仰，佢都覺得哎有嚿玉啊辟邪。感覺上啊，心病嚟嘅。第二個問題，阿 Doctor 有網友發現咗李津水賣得好平啊，點解可以咁平咧？而家搞到斷咗貨添。病得滯，賣曬。因為冇貨啫。我加嘅。我加嘅。我加嘅。我哋冇疲廢啊嘛，亦都多謝好多啲學生幫手，又幫手運輸啊，有陣時又幫手搬貨啊，咁咪嗰個成本輕咗咯。有陣時啲人坐喺度都幫手搬貨噶嘛。嗯，係啊。如果我要請人幫做嘅，我個成本咪貴咯。咁我自己倉又唔使俾錢。之前咧有個學生咧俾地方我個擺倉用嘅，咁咪佢又冇收我租。但到而家佢個倉，佢哋嘅工廠大廈要賣俾人啦，咁而家搬翻我自己嘅倉，我自己嘅倉就係自己買嘅，咁又唔使俾租，咁咪平咯。如果你要計足曬數嘅就貴啦嘛。咁同埋我又唔使真油火蠟請夥計服侍佢啊嘛，我秘書服侍啫嘛，落安打落剩，係嘛？橫掂仲開，咁你即係個成本慳咗嘅咁。而家呢啲最重要就話你俾人用咧，佢又可以平價啲身體好嘅，你再賣貴啲少人用嘅，咁咪失咗個意思啦。所以佢哋啲時空識班賣最平嘅，仲有八折咁啊！我冇話取消。同埋一啲喺我哋嘅範圍，唔係生意嚟噶嘛，即係講賺錢嘅煙琴，即係唔係我哋嘅生意嚟嘅。我自己要飲啊嘛，
賺到飲我已經好開心啦，係咪先？同埋你係俾到人用到好嘢，睇個問題。嗱、咁你講開好嘢啦，阿 Doctor， 你喺節目裏頭都提過，你哋以前都研發過一啲可以用足一個月嘅手機電池，點解唔生產出嚟益下大家咧？唔使就係、是、就係、是、發明咗嗰嚿電池，而家賣咗專利俾日本。日本再賣咗俾美國嘅嗰個發明家，就係當年佢同我發明嗰個長壽電池，一個月唔使充電，係好犀利噶！即係我哋一個月枕住上網唔使充，好犀利。勁喎，好勁喎！一個星期都唔係咯，而家上星期都唔得了啦！你日日差少啲充電。而家嗰個防爆嘅電池咧，就係佢發明嘅，賣咗俾日本仔，第一次。然後咧，而家日本仔咧就賣咗俾 iPhone 個專利，俾咗 iPhone 用。而家大家用緊嘅 iPhone 咧，嗰個設計咧就係我同我係就係台灣新竹科學園就同我研發呢個長壽電池。我研發完，唔係佢叫我唔好做。嗯。我再入去中國想話揾人做，咁就有一個好朋友。在國內的他不得喎，郭先生，我咩理由啊？點解？佢一個禮拜咧就抄咗你噶啦。咁佢將會賣得平過你，因為要成本啊嘛。佢哋可以私人貨唔撚找數啊嘛。你知唔知啊？諗住走啊？係啊。係完全唔諗住走。所以好撚壞啊！咁啊，哇！咁啊，冇得搞啦，就所以冇做啊嘛。研發成功咗，同埋我哋研發咗一個電池咧，就係嗰啲電動電單車，個持續力強好多嘅。但係我哋後屘都冇做，就係、是、一個唔誠實嘅社會，等於張曉明呢啲唔誠實嘅幹部。屌你媽！連底線你都冇，你話我哋香港人踩底線？你班冚家產低 B 幹部走嚟香港猛踩香港人嘅底線，係咪？我哋都未撚嘈，一國兩制，你都破撚壞曬條底線，嗰兩制條線俾你哋剪撚斷啦，係嘛？傻仔命，係嘛？都未撚嘈，啲議員都暗春，仲有炸啲咁嘅屌你老母閪冇靈魂嘅保皇黨議員，即係幫你搖旗吶喊啊嘛，食撚咗啲蛇渣餅，仲俾你收買咗啫嘛。啱唔啱啊？我哋香港人都未錯，咁你話踩撚到你底線，你破壞咗一國兩制噶嘛？點解唔俾香港人直選咧？你講得明噶嘛？係咪啊？你咪破壞底線咯，傻仔命，條底線你剪撚爛咗噶。第二個問題。嗱咁啊，普京呢個真係唔錯喎，呢個命令。全國禁止基因改造食品喎，佢哋好快噶，一發覺咧呢樣嘢咧有陰謀。陰謀？有關陰謀事？梗係啦，咁撚好益我，整呢啲嘢嚟俾我哋用，梗係啦，所以佢即刻就揼你嘅。翻唔到轉。係啊，翻唔到轉頭噶，如果你去撚曬，行唔翻轉頭噶。嗯。即係污染咗啲。係啊。所以入去全國禁止啊，冇撚搞啊！好快噶，俄羅斯唔會同你拖拖拉拉，係啊，係中國同香港咁撚戇鳩啫嘛啲嘢，應斷不斷啊嘛！俄羅斯唔同噶，佢哋捉棋啊，一係殺你棋殺撚到你盡，一和就即刻組和啦，計落喂屌你冇得捉啦，但係冇嘥時間捉個第二盤冇撚過啫喎，早早收工啊嘛，捉落都係和嘅，捉嚟嘥時間係咪？第二個問題啊！問題就問曬啦，又仲有單新聞。哦，星雲中風喎、啊。嗯。咁遲先中風，應該早中噶啦，係嘛？嚇、啊！點解你就嚟早中風啊？好似聽過係中咗風好耐㗎。聽過中咗好耐，中到而家。係啊，
拎咗成扎善信捐錢，整啲佛像擺喺個露天度曬啊！我最近呢次去，搞拎錯曬，一啲都唔尊重嗰啲觀音啊、大佛咧，嗱有露天嘅，嗱大家影一影啊，邊個仔？唔係點你噶啦，大佛、觀音啊！屌你咪拎佢擺喺台灣頭赤，無撚端端，如果請佢翻嚟喺度曬，由朝曬到黑，頭都赤撚埋。係咪欠咗把羅傘啊？屌唔咁樣搞嘅，呢啲係冇常識嘅人搞嘅。咁啊，講曬啦，有啲咩節目？下個星期繼續。唔讀字，下個先讀。今晚咧，首先有小朋友嘅歌唱組歌啦。係。跟住咧就有博士之前咧，好早之前咧就話香港都有特首呢個。我哋拎翻一段視頻咧，就係2014年1月2日，我講話要揾大法官做特首嘅，唔係馬後炮啊，係預早要講嘅。咁啊，拎個視頻拎翻出嚟，大家聽翻嚇。第二個，跟住有澳門議員馮志強嘅真心。啊，呢個咧就特登揀出嚟嘅。澳門有個議員咧叫馮志強。呢個咧就嗰啲扭計師爺咁噶，喺立法會議員開嘢，你聽下佢嗰個風範，睇下香港嘅議員同佢有邊個有得比嘅，幾生鬼嘅佢。坐喺隔離嗰個咧係我哋四太嚟嘅。四姨太四姨太喺隔離坐喺度。第二個問，第二個。跟住有新聞第一線，胡國興指參選係為咗阻止梁振英連任。係啦，第二個。跟住咧有段歌舞啦 ，It's not just for gay anymore。係。跟住有一個精選魔術啦，有任俊坐江秋研究期。特登揀嘅。呢一個任俊果坐江秋咧，我就特登揀阿葉有琪女人唱嘅。他就是拿個小明星康的冠軍的，在中國，在廣東不容易的，那你聽他那個唱曲的腔口。又有東前南亞半日安木蘭，這首曲呢就正宗的廣東話了，正宗道地的廣東俗語了。東前南亞是的，隻賴隻裡面的詞句很灰諧的，現在沒人寫到的歌詞。第二個有歲月流星係任劍輝。大家成日聽任劍輝白雪仙啦，我哋揀咗兩段，一段白雪仙，一段任劍輝嘅，就是、歲月流星，就講佢生平嗰啲事蹟。啊，第三段。最後嗰就係頭先個小提咗啦，歲月流星係白雪仙嘅另一段。仲有咧？係咁多啦。哦，係咁多，下個星期繼續。